对啊，那个自动的很麻烦，而且为了拿到它的隐藏宝箱就更麻烦。So you go do， 再回去练练吧。So you go do， 我们走，还是吃一下好了。我是不是有白魔法可以用？白魔法 ，Yuna 的白魔法，疗伤中疗伤不是，白魔法看一下。 这个疗伤没有，没有学到那个，还没学到解毒的，没有啊。以前我会啊 ，Yuna， 你以前会啊？为什么现在不会了？为什么现在不会了？白魔法不是一样的东西吗？为什么现在不会？以前会啊。我的神圣，神圣不会就算了，因为没有召唤兽。 可是这跟召唤兽有什么关系？不是应该记在脑海里的吗？来啦，先开宝箱，这个躲这么下面，一定是神奇的宝箱。我有3000呢，3000块，为了3000块走了这么一大段路。走吧，我们去坐那个车车。这里的怪物也没有很强，不想要放一些小嫩逼在这边干什么？好了，我们走完了，走来吧。 Yuna 都忘光光了，他两年会学会的只有在那边跳上跳下而已。两年学会的就是这样，跳来跳去。哎、欸、咻，有没有？以前他绝对不会这样跳的，绝对不会哦。凭 Yuna 那个高贵的那个召唤士身份，绝对不会在那边跳来跳去。只有转换成什么幻光球猎人才会在这边跳。喂？ 没召唤兽就没魔法，不是啊，不是没召唤兽就魔法，不然我们为什么会有还会这边还会有白魔法师的魔法？没有，没这回事。手上有道具比较安心吧？哎呦，你还卖东西了？怎么这么夸张哦？抢钱抢成这样哦？不是吧？有需要抢成这样吗？不买不买不买！你们这抢钱抢太凶了啦！ 有道具在比较安心，太好笑了。有需要抢钱抢成这样吗？不要抢我的钱，我的钱还要帮大次屋存，存来帮他还债的。那个大次屋莫名其妙，他的债还要我帮他还。嗯，好啦，我就这么命苦，已经习惯了。<笑>我们走进去吧。这里有东西吗？没有，走进来。 哎、欸，到达里面了。以前这里就是巴哈姆特的召唤地，现在已经没有巴哈姆特了，变成一个空洞哎、欸，变成一个大窟窿了，要跳下去哦。一个，要跳下去哦。喂、欸，哦哦哦，这么神勇哦！ 正常人会这样跳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应该拿一个垂降神之类的东西再跳下去的吧？哦哦，没事没事，这<笑>这有点强。哦，洛布兰，你们怎么跟在后面的？ 从头到尾都没有出来帮我打怪，还有脸跟在我后面？你们好意思跟在我后面？如果果真如亲爱的所说的那样子，看来似乎沉睡着很了不得的秘密。胖胖，你要讲什么？我们是不是闯进了很了不得的地方？不得了的地方，了不得，不得了！竟然藏着金门的东西啊！我甚至兴起了尊敬的念头。 是哦，有什么好尊敬的？看一下派音要讲什么。派音，秘密竟然夸张到如这种程度，反而觉得好笑呢。有什么好笑哦？到底在笑什么？那是啥啊？我们来看，到底是啥？他们到底看到了啥？哇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就六根柱子，六根。下面好像还有哎、欸。怎么了 ，Yuna？ 一脸。 一脸不开心。
呦，发生什么事哦？哦，侵入者，所以来攻击我们了。哇哦，马上就要打了。不然你打，不然你打，不然你打，哎呦，怎么了？他看到怪太强，所以要跑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看到怪太强，所以要跑了？我们走了，他们守住门口了，我们要走了。真是的，无耻的家伙！看这个是什么？操作亮着蓝色灯座的三个控制塔解除封锁模式，另外两个红色的控制塔设为警戒模式。尚无资格保有机密的人，不论何种都予以排除。什么？下层即将封锁，进入时请手动开启。我有手动开启啊，我要进入啊，要怎么手动开启？按了都不得有手动。喂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完全没有用。走另外一边啦、啊，红色在那里，红色警戒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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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不能走啊，不能走啊，不能走，不能走。哎，终于走了哦，他们终于跳下去哦。原来会直接跳哦，就这样下来了，很帅气的直接下来了，很帅气的要直接打了。私らカモメ団だってば。你讲你是海鸥团。你讲你是海鸥团，他们听得懂吗？哎呦呦，里面是有什么东西？即便了没有形，还是有巨神兵呢、啊。先打死他啦！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砍死一只了没？还没有。要射击了，呜呜呜！哎，一直倒了，其实没有很强嘛，按圈圈就会赢了，不要怕。没错，就这样滑下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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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赢了。哎，还没有。好了，再打一下了。耶，倒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们打赢了，噔噔噔！所以现在要往圈圈走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蓝色的灯哎、欸，要调查吗？你们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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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查。哎、欸，我们走到里面了。呜呜呜呜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哦！噔！哎、欸，出来什么？出来什么东西？出来什么东西？出来是什么？我不晓得哎、欸。所以要打六次是不是？有六个塔要打六次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就继续按我们的圈圈呢、啊。我们打他可以中断他的攻击哎、欸，有没有？他本来用手，他的手冲击拳，哦哦哦，有点痛。哇、哦，瑞克已经趴下来了。喂。哈气！哦，双重攻击，这一只比较难哦，比较硬哦。零四打赢了，才刚说比较难就打赢了，按一按圈圈，就打赢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不玩！哎呦，又拿升级了！哎呦，一个出来了！第一层封锁解除三分之一，就这样解除三分之一了。那补个血啊！没看到瑞克这么可怜，都快要死掉了。好，等你吃一吃补品好不好？太阴也吃一吃，再等你吃，等你吃满满，吃饱饱，吃饱饱，我们再去下一个。这个有亮灯的，没亮灯的没事，有没有？这个没亮灯没事，哎、欸，没亮灯也可以摸。哎、欸，红色的，红色不是我们要打的吗？其实没亮灯的我们就不用打啦，干嘛那么拼命？
红色的不是我们要打的、啊，来练功的、哦，不需要吧？他写什么四？什么九十六十九？九九四？九九四？还好不是六九四就好了。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哦哦，又来了，又五百滴。那手背真的很硬哎。又又 Yuna 被双重攻击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要赢了没？哎，练功嘛，不然大家都说我不练功。练功了又被人家嫌啊，实况主真难当啊！噔噔噔噔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跳下去啊？哎、欸，也开了一个嘞，那个是不是全部都打会最下面会有宝箱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我也不懂哎、欸，反正打蓝色的就会开启，那打红色的是。打红色的是怎样？我也不懂，也是会退，他也会多出一格啊，只不过在下面而已。我、哦、每一次都要看这个动画。全部打有好处吗？我不晓得哎、欸。这个又是什么十四？哦，都是这个零四，都是零四和九九，零和九十九四。就有很多人叫我去练功啊，然后一练功的时候就被人家念说你为什么都在练功，我不想看你练功啊，那我也不知道要不要练哦、要练也不是，不练也不是，要练的也被人家骂，不练也被人家骂，哦又够可怜的。诶、欸、打赢了，绿可就趴在地上，我们打赢了，有隐藏宝箱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来了，又多出一格了，又多出一格了，解除三分之二了。我觉得还是要吃一下药剂啊，是吧？都打斗完了还不会起来耶，治疗药剂。我觉得没打完一场就要吃饱饱，吃饱饱再打，这样子比较好。蹲蹲蹲蹲蹲，哦，再来再来，全部都打完就再说嘛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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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又来了，又要打了，又要看动画了，反正都不会很难，不是什么问题。机械兵不是盗贼，盗贼瑞克去摸他一下就会倒了吗？所以应该要用瑞克偷窃一下，他就倒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么好命？喂、欸，中断你！有了，我们中断他的暴力拳哦，又来了，他的暴力拳又来了。嗯，你看一次都五百滴耶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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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是没有很强啊，我觉得没有很难打，打得还蛮快的。哦，赢了！噔噔噔噔噔，你们不要一直这样对我，我就不会发牢骚啦，对不对？会发牢骚也是某些人害我的。来啦，看一下啦，用这次用白魔法补，因为我的那个等那个白魔法还很多。哎、欸，这样子好了，补完了。哎呦，切换白魔法的时候瞬间变成那个，哎、欸、瞬间变。我先绕到第最先把红色打完再打蓝色的。噔噔噔，来打这一尊。全部打完看有什么好处。搞不好没好处。噔噔噔噔。哎呦呦，哦，这是什么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感觉这只就很强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你怎么会来这里？他怎么会来这？大火焰呢、欸？
他为什么会？